品石锦和菜。石锦和菜是山东的一道名菜。做这道菜，选料是白鸡肉、白里脊肉。蛋黄糕、火腿、水发海米、水发海参、折头、水发蹄筋儿、黄瓜和水发冻粉。调料选用香油、芥末、酱油、醋。具体制作方法如下：先把海参去掉两头，切成丝儿。火腿先切成片，再切成丝儿。黄蛋糕也先切成片儿，再切成丝儿。白里脊肉如法炮制，也切成丝儿。白鸡肉切成丝儿。把蹄筋儿切成丝儿。
折头切成丝儿。黄瓜先滚刀片成片儿，然后再切成丝儿。取一只小碗儿，放入酱油、香油、芥末、醋，调成调味汁儿。将冻粉放入大盘内，然后把切好的主料丝儿放入盘中拌匀。然后倒入大盘中，接下来把火腿丝儿、海参丝儿、蛋黄丝儿，还有水发海米放在主料上，由于这是一道凉菜，所以在制作之前就应该把各种原料和辅料煮熟，最后浇上调味汁，这道菜就做好了。它的特点是选用多种原料，菜品有褪红、黄、白、绿等色，色彩绚丽，辣香味浓，清凉可口，是下酒的佳肴。